中心规划从6月到12月举办台湾族拉瓦尔群乐舞首演。 原住民艺术家个展以及35年特展等活动，来回馈国内外民众35年来的支持。目前园区有这个系列的活动，从7月，尤其是7月16、17有我们的乐舞的首演，欢迎所有的全国的同胞一起来。 文化园区从民国76年设立以来，以保存、传承、推广台湾原住民族文化为目标，在乐舞展演、艺术展览、文物典藏、传统建筑跟文化推广上都有重要贡献，是民众认识原住民族文化的最佳场域。未来，我们期待原住民的文化以文化园区为标杆，成为带领文化走向原住民主体性的建构。 让我们的文化能够永续的发展。为回馈广大的民众支持，文化园区将从7月16号到31号开放免费入园。原文化中心特别来到屏东市闹区宣传，邀请民众到文化园区一起欣赏精湛的乐舞、精美的艺术创作，体验不可错过的原住民族文化飨宴。35岁生日快乐！原视新闻歌手屏东市采访报道。